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很高兴在大法古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那么谈完了怨恨呢，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执着。什么是执着？执着跟固执有没有不同呢？执着又有什么不好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首先能不能请师父跟我们谈谈什么是执着，好不好？嗯。执着可能是固执，也可能不是固执。执着的意思呢，就是放不下，非常在乎，非常的介意，不管是对于观念的也好，对于人也好，对于事也好，对于东西也好，如果非常在乎自己的想法看法，或者是自己的立场，或者是自己的态度，以及呢自己的这个身份，只要是跟自己相关的任何事任何事、任何物、任何人，乃至于任何观念你很在乎的话，就叫执着，那就跟固执又有关系了。是，那不一定是有关系，但是呢，也有的是有关系的。他们两个好像很难分得很清楚。有可以分得清楚啊。是，对于固执的话呢，就是说我的意见，决定要这样子做，任何人呢，不能够改变我的。我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，任何人给我建议我都不会接受。怎么样子叫我改进，怎么样子改正，我认为我自己是最对的，这叫做固执。这是固执己见。执着不一定，执着的意思呢，就是心中牵牵挂挂的，放不下。有的是执着爱情，有的是执着名位，有的是执着利益，有的没有其他的原因，就是呢非常在乎的，在乎自己的这个帽子戴的怎么样啊，头发梳的怎么样啊，脸上长那个什么东西啊，这个任何东西都非常在乎。非常在乎的人蛮痛苦的样样东西都很在乎，那这个人就是经常在紧张中，经常呢，没有办法把自己休息放松，这是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病呢。所以是在佛法来讲呢，执着是个我的，以自我为中心，非常在乎自己的厉害得失，以及呢自己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，那还在乎人家对自己的想法、对自己的看法、对自己的价值观念，这个不一定是执着，不一定是固执，就是希望人家知道我自己，非常在乎人家有没有知道我自己，或者是呢，我非常在乎，就自己非常在乎这样这个这样的事、这样的人，他们有了发生了什么事了，怎么样了？比如说一个母亲对他的孩子不放心，孩子小的时候不放心是有道理的，已经成人了，已经结了婚了，甚至于孩子也生了孩子了，老是还是把孩子当成了小孩子一样的看，怕他出门的时候呢，这可能这个走路不小心啊，有可能的衣服穿得不够暖呐，孩子已经做了父亲的，但还在把孩子当成孩子来看，这也叫执着，非常在乎就是。是，可是师父，执着是不是也有好的一面？因为我们常说择善固执啊，如果一个好的信念，我们也很执着的去做它，是不是也是好呢？难道执着都是不好的吗？这个执着两个字
不能够把它解释成为毅力啊，也不能成为，不能把它变成解释成为意志。嗯，啊，这个意志是毅力啊，意志啊，恒心呐，也所谓决心呐，是另外一回事，而不是执着。你就坚持着自己的方向，坚持着自己的愿力，坚持着自己的努力的这个方向，或者是呢这个条件，那很好啊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志向，而且呢持之以恒，这不叫做执着。那有很多人叫做执着，把它也叫它执着，也那如果一定要叫它执着，那就是这种执着是很好的。所以就是说执着跟这个师父刚刚解释的这些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执着本身是一种在意，过分的在意的话，就像师父刚刚说的，会让我们常处在痛苦里面，不能够放松。执着就担心，执着就是在乎。如果是这个意志力，那就是持久，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向，自己的努力，自己的心愿，这非常好的啊。如果你要把它解释成这个好的执着，那也可以的啊。是。我们一个人呢，人不能没有没有志愿，人不能没有方向感，人不能没有毅力。有的人说这个也就是执着，那应该就是说这个是好的执着吧。那如果说是执着的根本没有道理的，这是执着的让自己痛苦，让人家也痛苦。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在家弟子啊，他今年已经50多岁了，他的母亲是80多岁了，老是把他当小孩看。本来他母女两个人住在一起的，这个孩子啊出去只要1个小时、2个小时没打电话回来，这个妈妈就要打电话了，这个太痛苦了。后来就干脆就把他的母亲啊送到老人院去。那这样子一来，把母亲送走了，好像也很残忍了哦。我说眼不见为净啊，可能还比较好一点。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根据师父的解释呢，执着跟意志力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我们怎么消除执着呢？欢迎你下一集继续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。